朝日电视台海外网11月15日电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，日本陆上自卫队14日在滋贺县发射百机炮进行演习，结果炮弹竟然落到了演习场外面的交通国道路边，差点伤及路人。据调查，可能是目标地点设定失误所致，车窗碎裂。朝日电视台据日本陆上自卫队消息，当地时间14日下午1:20左右，在日本滋贺县的响晴野演习场进行了迫击炮训练，但是炮弹竟然打到了附近正在同行的交通国道路边。炮弹爆炸造成停在国道上的普通车辆车窗碎裂，坐在车里的一位71岁男性川村长太郎没有受伤。川村长太郎接受采访，朝日电视台川村长太郎表示，好像是打雷的声响，什么爆炸了那种感觉，总之之前没听过这种声音，希望下次不要这么演习了。迫击炮炮弹落在离车辆约40米的地方，冒出滚滚黑烟。陆上自卫队称，可能是负责发射迫击炮的队员搞错了目标地点的设定，正在进一步调查详细原因。